是不是害怕我吃掉你哦？不要害怕，我是中国白带，带你去跟他约会的，我不会偷偷的吃掉你的。哎呦，大家可以点点订阅，帮忙过一下任务哦，宝宝们，帮忙过一下任务。谢谢那个T哥哥。
Thank you.
买那种有那种蓝牙的，有那种蓝牙的睡眠耳机那种比较好，这样就不用担心了。有那种蓝牙的睡眠耳机，对，无线的，这样睡起来就不会顾及到要不要扯呢。入耳式的吗？好像是入耳式的。Yeah.
好像一条蛇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
舒服啊。
好像都没。